小狮子的爸爸吃太多动物，所以没有人敢靠近他。爸爸，我可以跟外面的小动物一起玩吗？但是爸爸，我会怕伤害到外面的小动物耶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啦啦啦啦啦啦！啊，这里有几楼？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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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谁来救我啊？我来救你了！谢谢，你们真好。其实小狮子人也蛮好的，让我们跟他做朋友吧。